Damn it. OK， 然后按下，根据板材的厚度自己来调节，确认尺寸。尺寸默认值是个小值，我们就使用这个默认值吧。嗯，然后按这个前后左右找到自己认为切割比较合适的地方，然后开始启动。你按启动键就开始自动启动切割。我们来试一下啊。切割完毕后，自动停止了。看，中间切割。